大家又是我啦！今天来到 Sims 来订，我就跟你们介绍我们新款的 Kitchen Sink。这一款 Kitchen Sink 呢，我们主打的是 Honeycomb 的 design。Nano coating 你们一定有看到，可是像这种蜜蜂窝的 Honeycomb 的 design，你们一定是第一次见。这一种 Honeycomb 它的 material 是很防刮的，就是你们拿空气刮，它都不会有任何的刮痕。而且它做了这个流水的设计，就是当我们在洗东西的时候啊，水它是直接往下流的，就不会有积水在我们的 kitchen sink 上。而且这一款 kitchen sink 它是有搭配一个这个 drainer，这个是给我们洗菜的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条 line 上面，然后这一边它会有那个 waterfall 出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的洗菜。然后我们也有搭配一个木质的 cutting board，这个 cutting board 呢，就是我们附送在一个 package 里面的，然后它也是一套 come with together，然后还有一个 drainer，这个 drainer 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解冻鱼呀、肉啊，我们就可以放在上面。它还有一个盖子，就是防止那个水流出去的。然后它就是一套有三样东西包括在内。然后这一个 water tap 呢，它是抽拉式的，在这边可以调整我们的水位，大水、小水可以这样子按，然后调整我们的水位。这一个底盖呢，就是 for 我们的 waterfall，它是可以这样子旋转的咯。诶，接下来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 soup dispenser，它是在下面有一个桶，可以给你装你的肥皂，装好了之后，在这边按压，肥皂它就会出来咯。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拿来放刀具的，就是可能你们要放那种小刀啊，这样你们在切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了，然后直接在我们的 cutting board 上使用。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按水的洗杯的，就你一把杯放上去呢，水就会往杯里面喷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比较的方便。整套下来价格都是非常的便宜，而且你们有注意到吗？这一边它是使用不锈钢的304，我们使用的 coating 都是不锈钢304，然后再加 honeycomb，所以这一整套下来呢，价格只需要三位数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就来位于我们 Trade Hub 21，门牌的话呢是01133，你们可以过来我们店面看看，我们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为你服务哦，谢谢大家。